对对对，您去复命，我们俩再弄条大鱼来。啊，这驾。丞相，我看大王的神色不像杀了三公主的样子。我也觉得这其中好像有诈。这三公主一定要杀。怎么，你真觉得这三公主是妖孽？哼，妖不妖的谁知道啊。我只知道只要是除掉了三公主，必定乱了大王的神思。大王的神思一乱，丞相你的大事。嗯，丞相。嗯。哦。看来，王儿还算听话。那小孽障一除，免去妙庄家一大祸害。也去了我一块心病。太后，依臣之见，太后心病定根未除啊。唉，是啊，大王不得龙子，我心里总是不安呐。啊，太后，王后娘娘已生得三胎未得龙子，依臣所见，太后应为大王再选一位娘娘。这个事我早就想过，可是王儿执意不肯。王后聪明贤惠，我也喜欢，可她就是不争气。太后，王妃一定要选一名名门望族之女。太后有所不知啊，霍丞相家的千金，那是貌似嫦娥，知书达理，品貌均在王后娘娘之上。霍丞相又是当朝的栋梁，如果切不可妄言。啊，霍家哪有如此鸿福啊。微臣只求能世代保全妙庄王室，鞠躬尽瘁，怎敢为皇亲呢？嗯，霍家忠心可见，齐军师所言也是。嗯，得想个办法。此事容我仔细想想再说吧。啊，太后，臣只想小女无此造化。那就要看有没有这个缘分了。是。他爹，你不会怪我救了这个孩子吧？嗨，怪什么呀？这好好的一条性命，刚一出生就说人家是妖怪，我就不信邪。我们养活这孩子，小哥啊也有个妹妹，这样他也能有个伴儿。咱们两口子一儿一女，咱们呢也够有福气的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他爹，这突然抱回个孩子，山里人会不会生疑呀？哎，生什么疑呀？你年年回来一趟，就不行怀上个孩子？我就知道你是个善心人，要不然啊，我也不敢抱这个孩子回来养。哎，可有一条啊，这个孩子啊，到了咱们家
那可就是我的孩子了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我答应过大王，以后啊一定让他们骨肉团聚。嗨，到时候啊就怕你舍不得啊。这也是，反正女儿早晚要出嫁的，不能守咱们一辈子了。我的意思是啊，咱们是穷人，孩子跟着咱们那就得受穷。穷不怕，只要我们善待他。哎，嗯，哦，这孩子两天了还没顺个劲儿。他是不认我这个娘了。大哥，看，不认识你娘了。不认识我了，过来呀，快去来。娘，我天天想你。小哥，小哥，这回娘就不走了啊，咱们呢好好的过日子啊。真的真的，小哥长这么大娘还从来没有好好陪陪你。小哥啊，娘给你生了个小妹妹。真的？她在哪儿？你带我去看看呢。啊，好，走。娘，快点，快出来。哎，来了。来看看小妹妹，看看啊，小妹妹。小妹妹多漂亮啊，这么点个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妙善。妙善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摸摸她。啊，我把粥熬上了，真乖。我再把鸡炖上，杀只鸡也快。来，嗯。哎，不哭不哭不哭，小妹妹不哭。哎，不哭了。我说，这孩子真奇怪，他怎么一听沙子就哭啊？是。啊，不杀了。不杀了，不杀了啊！你说怪不怪？他怎么一听沙子就哭呢？哎。哦，他好像能听懂似的。嗯，我试试。好啊，注意点啊。嗯，我要杀鸡。哎呦，不杀了。哦，不杀了，好了。我要杀鸡。哎呦，哦，不杀了。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不杀了。我要杀鸡。哎呦，不杀了，不杀了，小哥不杀了啊，不杀了。好了好了，快过来吧。哦，来。哎，这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，但不是妖怪。他一听杀声就哭，嗯，是个善心人呐。张嘴，哦，真乖，来，张嘴，啊啊，真乖，咦咦咦，哎，笑一笑，妹妹好不好？好，今后啊，要好好哄妹妹。保护好妹妹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借了点米。怎么就这么一点儿？只够吃一顿的。大家的日子都够紧的了，够今天熬粥就可以。明儿啊，我上山砍柴，把它卖了，换些钱，再买点米，不就行了吗？哟，你瞧这孩子，笑成这个样子了。哎，哦。那还用说，小妙善跟爹好吗？对不对啊？跟我好啊。好好好，跟爹好，跟
哥哥也好。来，我去砍柴，今儿个咱们熬粥喝。哦，熬粥喝喽。慢点啊。慢点。我去劈柴熬粥喝喽。你是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你这么大年纪怎么翻山越岭到这里来讨吃的来了？城里人心不好，都说山里人心肠好，为了活命，我老婆子就只好到这儿来讨点吃的了。行行好吧。今年山里也是收成不好，家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他爹怎么回事啊？要饭的。进屋说吧。你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咱们都是穷人，进来喝口水吧。啊，来吧。老婆婆，来坐这儿，坐吧。我都两天低迷未尽了，今天总算遇到好人家了。你怎么会两天一点东西都没吃啊？要不然你找的那些人家都是揭不开锅的人，不然大香山的人呢、啊，见到你这副样子，有一定也会分给你一半的。是啊，你看我们刚借了点粮食，一是为了这孩子。哎，这样吧，待会儿啊，我们把粥做好了，你也喝点吧。啊，快去吧，把米熬了。好。老婆婆，先喝口水吧。啊，大哥，你抱着妹妹啊。我去一下啊。好，好。过来，过来呀、啊！我让你过来。好，怎么了？这两个孩子都是你的？是啊。这都是我的，一男一女。哎呀，这年纪养两个孩子，可真不易呀、啊！守着山，长着两只手，怎么也能活。他爹呀，你快点啊！哎，你看妹妹，我看呐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。老婆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啊，不瞒你说呀，我老婆子会看相。那就请你给孩子看看相吧。哎，现在哪有力气呀？等我吃了东西再说吧。他爹呀、粥熬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。来来。好来。老婆婆好。心情好，再来一碗吧。来。
来一碗，谢谢了，再来一碗，好事做到底，我实在饿坏了。老婆婆，实不相瞒，平日里我们也喝不起白米粥啊，熬这粥也是为了这孩子。我没有奶，只有喝米汤了。孩子，日子长着呢，我老婆子还能活几天呢？有了今日，没有明日。你们呢，就让我喝够了吧。说不定再过十天半个月的，我就死了呢。一碗吧。我不会白喝你们的粥的，我能救你们的命。这话怎么讲？刚才呀，我跟你们都讲了，这个孩子不是你们的，这孩子可千万不能要啊。你胡说，信不信由你。告诉你们，这个孩子是个妖精，是个丧门星。你们把他抱来，就是抱来个祸害。有了他呀，你们家就休想平安，就要灾祸重重了。赶快把他扔到深山里喂野兽吧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走，你快走啊。你要是不信，就要大祸临头了。
大爹，嗯，这孩子发烧了，滚烫的。我来看看。病得不轻啊，我去拿药啊。啊，哎呦，怎么你也病了啊？来来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来来来，快来躺下。你快去拿药。哦，我来我来。哎，这草药怎么没了？我前两天刚弄回来的。昨日白天我还见过呢，就在那筐里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哎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采药。你们病成这样，耽误不了。来，大爹，你干什么去？你看你们都病成这样，耽误不得呀。哎呀，不行，深更半夜的，你自己去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大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话？咱们山里人怕什么呀？再说，天快亮了。我走了啊。娘，我要喝水。好，娘给你舀水去啊。Okay.
哎呦，啊！哎呀，这不是尹家村的尹大哥吗？尹大哥，快来醒醒，来来，哎，来轻点，来扶着点。放床，太爹，怎么了？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太爹，慢点。太爹，哎呀，从山上摔下来，摔哪儿了？哦，是伤着腿了。啊，你快看看，你看，这真叫祸不单行啊！哎，别说这些膏药了吧。小哥。哎呀，这孩子又抽起来了。还是不退。你病了，我的腿又断了，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离宫太仓促了，我本来有些急需，也没来得及带出来。啊，我这儿还有个手镯，还有耳环，可以换几个钱。哎呀，你怎么把首饰都拿出来了？你攒这些东西也不容易啊！太爹，快！为了你安心养病，也为了咱这个家，为了三公主，把它卖了，还能顶些日子啊！嗯，你病着，我的腿又断了，这过日子光有钱怎么能行啊？要砍柴，要挑水。这些活都得有人干呢。乡亲们不是说帮咱们吗？哎，太爹，太爹，咱可不能听信那个老太婆的话呀。你看这孩子多可爱，多仁义呀，你可不能听他们瞎说啊。嗯，先睡吧。这孩子是妖精，是丧门星。你们把他抱来，就是抱来个祸害。有了他呀，你们家就休想平安了。赶快把他扔了，喂野兽去，喂野兽去。
喂野兽去。天哪！快告诉我，这孩子是人还是妖精啊？到底是人还是妖精？是人还是妖精？为什么王公传说你是妖精？那老太婆也说你是妖精。如若不是，为什么真的大祸临头啊？一天的功夫，病的病，伤的伤，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呀？小哥的娘正是怕他遭杀害，才把他抱进了大江山的。受人之托，我不能让小哥娘成为背信之人，我不能让他成为背信之人。无论如何不能，他是死是活，还是让老天爷来定夺吧。这孩子这么弱，
他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怎么会是妖精？平日他从来不哭，总是安安静静的。可是，一听说要杀活物，他就哭，连杀鸡都背脸。我怎么能忍心看着他受伤害？大爹，孩子他娘，你，咱们就是再难，也要把这孩子养大。大爹，那个老太婆不是一般的人。这个地方咱们住不下去了，咱们搬到别的地方去吧。啊，嗯，咱们到大香山里去吧。嗯，好。啊，快。哎，你看。好剑法呀，他又射中了。射中，打。真厉害啊。嗯，是。真棒。嗯。嗯。丞相你看。嗯。啊，哎。嗯。好，太好了。好。哎呀。丞相真是神剑呐、啊！啊，这万物生灵生死皆在丞相之手啊！哼哼，那就看他爱不爱我的事儿。回府。这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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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猎物收好。来来回来，这这，学长，这快来。快，跟着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嗯，那老头是干什么的？禀丞相，是个道士，测字的。老夫倒要看看这道士的道行到底如何。老师傅，您这儿测字摇签是否灵验呢？个人生老病死、祸福命相皆在其中，贫道只管依签解释灵不灵验，不妨试一试。